希望。沙板瓦扣，沙板吗？不会八大百货，地卡不大百货。一个人可以两只啊。那小号。那么贵吧？那我还追。啊。一百块嘛，才三千呢。八五三千啊，三百都能买。三千五啦，一百块是三千五呢。啊，八百呢？对啦。好个啦。减瘦。好，来各位，我们现在准备呢要来回饭店啊、哦。到了饭店以后，我们先 check in， check in 完了以后，把东西放着，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就下来吃晚餐。啊、哦，在饭店吃。从这边呢到饭店大概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到了。哎。哪个在管？德国的时间下午5:36，台湾的时间现在是晚上11:36，晚上十一点。这个马子是要回家休息了。啊、哦，下班了。开到这边来。他也是下班了。下班了。哦、下班了。嗯，你看，这个，这个挺辛苦的。这个马很辛苦。对啊，跑一天也很累。对啊。啊，我们也很累，我们也要回去休息。对啊，我们也很累，跑一天也
堡一样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不是国王啊，也不是什么，这个是以前啊，他们这个福生这里的大主教住的家。福生这个地方叫福生、啊、大主教住这边。其实像以前古时候的欧洲呢，这个大主教的身份地位哈、啊，就有一点像贵族的那种身份地位。啊，他可以，甚至呢，这个大主教呢，他可以像国王一样。啊、可以管理当地的财政，啊，管理当地的政治，啊，然后呢，还有宗教，它是集三大权于一身，啊，集这个三大权于一身的，啊，这种地位。因为以前呢，在欧洲呢，这个宗教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尤其呢是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前，啊，那一些。大主教俨然就好像是一个国王一样，啊，行政、经济还有宗教这三个权力呢都在他的身上。所以像上次我们有贵宾已经去过那个奥杰了嘛，啊，你到那个萨尔兹堡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有介绍嘛，那个萨尔兹堡的那个大主教有没有沃夫迪区啊，他就是集这个行政、经济还有这个宗教三大权于一身。像萨尔兹堡呢，啊，这个 Salzburg 呢，它的英文就是 salt， 啊，就是卖盐的。萨尔兹堡是产盐的，啊，所以这个盐矿的这个开采权有没有，也是在这个主教的身上。你知道那古时候那个欧洲啊，那盐是非常非常贵的哈、啊，不像我们现在啊，那盐很便宜，而且取得非常的容易。以前呢，在欧洲呢，这个盐呐、啊、是取得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欧洲呢，它靠海的地方不多，他们都是要用那个盐矿啊，就有点像我们在挖煤矿一样。各位有去过奥杰的，应该有去过那个盐矿参观嘛，对不对？它是在地底下挖出来的啊，然后呢，再经过这个清洗，再经过这个稀释，然后再经过蒸馏啊，它经过很多种这个手续啊，才能够。获得这个盐、啊、所以在当时呢，欧洲的盐是价格呢可以说是很贵的啊、哦。那你这个萨尔兹堡的这个盐矿的这个开采权在这个大主教的手上呢，哎，这个大主教就很有钱啊、哦。像那个你如果去过萨尔兹堡就知道了，那个大主教沃夫迪区啊，啊、哦，天主教的那个主教呢，基本上来讲呢，他是不可以结婚的，对不对？啊，就像现在的神父一样，基督教的那个牧师是可以结婚，天主教的神父是不可以结婚。啊，结果呢，这个大主教呢，他呢居然啊有养了一个，那个应该不叫小三哈、啊，那个应该是算是他的情妇，哦、啊，还生了13个小孩。哦，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而知哈、啊，当初啊为什么会有那种宗教改革有没有？因为呢。他们这个宗教哈、啊，就是我们讲的旧教，现在的天主教，他们已经很腐败了啊，已经很腐败了。他这个权力这么大啊，手上那么多钱，那么有钱，然后权力又这么高啊，所以慢慢的呢，这个宗教呢就开始呢就不好了，就走偏了啊，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宗教改革啊。他们觉得说，我们这个。基督教呢，就是应该要修行啊、哦，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应该这么好像纸醉金迷啊、哦，然后呢沉溺于这个所谓的权力的斗争什么等等的这样，所以后来才有这个马丁路德哈、哦，德国的马丁路德跟这个瑞士的克尔文这两个人起来倡导这个所谓的要宗教改革新教这样子啊、哦，而且最糟糕的就是连教皇有没有？我们早上不是讲过，修那个圣彼得堡不是圣彼得堡，圣彼得大教堂居然还卖赎罪券啊，这个实在太离谱了，啊，所以就有这个所谓的宗教改革，啊，那个感觉像什么呢？那个感觉哈、啊，就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有没有？你要看那个尼姑和尚开 Benz， 有看过吗？有啊，什么了嘛？开 Benz， 尼姑还背一个 LV。对有吗？有。对啊，你看到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哎，怪怪，有吧？有啊。哦，对不对？你这个尼姑和尚应该是清修啊，或者是什么，对不对？你怎么会贪恋这种所谓的物质的这种有没有？
那个时候的宗教改革就是这样子的想法。那种可能是他自己带去的，不是是入监的就没有关系啊。那个开面的他自己家产带来没关系，他家产带来的，他自己有钱嘛，去出家啊，啊有钱的时候才去出家的，应该是这样子。不过这样子应该是比较少，没有关系，对啊，就这样子都没有关系。不会说我们家哇家财万贯，然后我来出家。对，也有可能这样子啊，所以他开面子啊。还有就是像那个什么，之前那个台湾不是新闻很大的那个什么宋七力哦？对对对对对，他就不一样，那个吸金就不一样。那个是信徒供养。对啊，那是吸金就不一样。他不是开 Benz 呢，他是开宾利呢，开玩笑，不一样哎。那个宾利有多贵啊？本来我还不知道这个车子，我是后来去到那个摩纳哥有没有？停在那个蒙地卡罗大赌场前面，然后停了一台宾利，啊，旁边都是什么保时捷、法拉利、什么兰博基尼，有没有？我还在那边讲说，哦，这台烂车为什么会停在这边？哦，啊，旁边的都是哇，千万级的那个名跑车。然后我那团员就把我偷偷的拉到旁边，跟我讲说，哎，丁阳，你公开试一下，那车做鬼。我才认识那一个牌子，宾利。我本来还不想跑。好，来，我们饭店到了，我们的正前方 ，Big Box 大盒子，这是一个 shopping mall。在我们饭店隔壁，但是我不知道他好像7点吧，啊7点关吧，7点就是下班了，这么早关了，7点关了，对，等到我们啊，你看这个坐街角这个就是我们的饭店了，然后前面那边有没有？那个就是斜对面这里这个就是 shopping mall 啊。但是呢，就是。Just go around. OK. 啊，这在现在在我们的左边啊，有没有？这个就是进口入口。啊，从这边进去。然后从这边一直直走呢，就是市中心啊。过两个红绿灯。这种他把较袂吵，然后放，唔是像那放迄种，较袂吵耳的。以后呢，我们等一下7点钟，好不好？好，下来吃晚餐啊。什么味道？你这是你的口味？你打东外劳啊？你吃干来啊？下来。哎呦，他说我像外劳了。怎么会？哪有外劳那么胖的？年轻的时候他都是像外劳了。赶快拿行李上去，下来吃饭，到对面。后壁嘛，你讲门遮，我开大门条要紧接啊。这边这台唔是哦。人遐多，使停，伊奈无停止啊。
你那手机不知道对吧？这吧，这地方无啊，无够多，够大门。应该是吧？哦，对哈。这地方你要，就这地方你要去上大地考。啊，人别人要倒啊，别人男的要倒啊嘞。到这地方，嘿啦。哦，哎，现在有报名，要定一下，惊着呢，哦。嗯，今仔今仔先看到，无你报名才看到，惊着。哎呀。以前一道经的，那是布啊，我这行过拢四号恁恁个定的，这袂歹。因这拢共的，部分拢共的。这个水上、水水面、水水头顶，拢这一边一看，恁啥都是管。好茶，这茶香水，这茶香水果，这香料很对。给到接呢，太高了。有就好，不需要办。对。啊，人过来啊，过来用啊。哦，外口风景水呢，外口去逛呢，看无哪停车停啊多，还是公司。哦，这是附近的迄个。购物商场的停车场呢？购物商场的停车场就对了。哦，边啊是国食品摩啦，吼、哦，百货公司啦。嗯，啊，伊讲我啊，拢弄边嘞，伊摆落拢，逐间拢同款，逐个拢同款啦，摆落来位置啊，甲咱拢同款，拢弄边啦，所以说拢甲咱同楼梯啊。
这是二楼。哎呀。哦，安尼去一楼。不是，这是一楼，啊，咱在零才对啊。哎呀，对对对，一楼是零啊，哎，对对啊。这点拢，咱拢没关系哈，搞错哈。这是柜台啦，哈，柜台，啊，零这是一啦，哈，因后期拢安尼对零开始啦。会得关了，放心了。你该买些果子吧。